大家好，我是公玩李炳玉，今年16岁。等一下，我可以证明给你看。等一下，李炳玉，1994年4月27号，我真的16岁。我的兴趣是跳舞，什么音乐都难不倒我 ，DJ drop the beat。专注在舞蹈上面也专注了7年，那我这次来原子少年也要当一位能唱能跳的男团成员，我想要担任舞蹈担当，因为我最擅长的就是舞蹈，因为我觉得跳舞时的态度和眼神可以吸引观众，